结婚当然好啊，两个人一起白手偕老，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事情。不结婚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也可以哦。而只是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哎呀，很辛苦，没有一个伴侣的，他的心情或他的寂寞可想而知。我认为我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原因，是因为还没当职业媒人之前，我做了大概11对媒人，我说就算了，就成功了。所以我喜欢做媒，哎啊，但是我做这个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。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他没有听我的话，所以就变成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想象中的困难。我本来也不收费，我也没有钱广告，我反正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帮帮人家的忙。哎，我就发一个传单，最少有10000张，只有5个人来，效果非常的差。啊，就在持续做好几年，就慢慢变成现在的有这么多人，发现这样也没办法维持，就把免费人拿掉的基本资料嘛，啊，你可以读到他的要求嘛，啊，也会读到我跟你们这个面谈的结果。给你们写一篇推荐词啊，就是以我的年长的人的立场来给你们美人。我很反对同时进行，如果两个人交往继续关起来啊，然后他们就专心一对一就好好去交往。哎，我也有 SOP， 你不要一下到人家家里去啊，你要跟他分开，不能说你那么穷，你的车子那么差，这些会伤人的话千万不脱下，不然的话你就害一个人永远找不到老公，找不到老婆。因为我有惨痛的经验，我这个太太是第11个嘛，我前面有10个女生，大部分都是人家不要我啊，然后我就有同理心了。也有人还写信给我说我是更生人可以吗？我也认为可以啊，我也是更生人，所以了解他的心情。我正式化了善后内乱罪，被判6个月。我一路这样走过来，这么惨，老天爷就是要我最后做媒，多多少少要我的一些自己的经验劝导别人哈。像庞吉诃德这个故事，他的爱不对家，不要太现实、太功利了。你愿意让步给比你不如的人，你们就相爱了，爱就可以结婚了。好，我是集中在用这个精神，好做媒。